在厚实的外壳里面是白嫩的肥美果肉，这是号称泰国果中皇后的山竹。但嘉义有女网友在社团发文，她说逛美食卖场花了359元购买一盒泰国空运山竹，回家才准备享用，赫然惊见梨头果肉是黑的，暑气没消，倒是食欲顿时全消，气得抱怨整盒雷爆了。啊，你的矿卡水啊，那个矿卡水，不要怎么样，很好像已经摘很久。网友说，后来经过客诉，卖场来电告知可以退费，他也不忘提醒其他消费者记得争取自身权益。山竹该怎么挑？水果摊商透露没搞。山竹有四五片那个绿色的那个像叶子那个越绿的，就是越新鲜。对对对，它处理过的没有那么绿。会变成褐色。水果摊表示，进口山竹都经过熟成处理，才不会有病虫害。购买之前还是得细心挑选，避免踩雷，换来不愉快的购物经验。三立新闻六国雄嘉义报道。